一波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波都没有什么钱了，因为钱全部花在一波了。嗯，就像卢志本的土屋贵子讲的，一波是最强的。最多 NG 的不是我们，因为我很容易笑，一点点我就可以笑了，所以我觉得拍戏对我来讲真的很辛苦。你笑掉我，现在都拍完了，笑掉我，笑我了。其实你喜欢 Evo 这辆车的吗？其实我原本是不喜欢的。然后为什么会喜欢这辆车呢？也没有讲为什么会喜欢啊，就情有独钟啊。Actually， 原本我是不了解 Evo 的，可是进来了这里，然后认识了全部驾 Evo 的，突然间觉得 Evo 这辆车真的是一个很有讲哎，就一个算是一个梦想车吧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是刚好我跟一些厂商的老板，还有一些我的团员在喝茶的时候，就有厂商老板说，哎，想要找 Evolution 拍一个类似 music video 这样的东西。那开始聊着聊着，我就说，哎，那么在市场上关于 Evolution 的那一个 music video 爱多了，已经很多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拍一个有故事性的、有对白的，类似一个微电影的东西这样子？哎，这样子厂商说，哎，不错啊，你像一个不错的 idea， 那我们就拍，然后接洽制作组，然后厂商又有去找一下其他的赞助商。这样子就这样开始，然后去编剧，然后去拟那一个故事，跟制作组接洽，开始这样子去做。性能跑车，是什么性能跑车？然后它是一个很低调的野兽，不低调，这两不低调，这两不低调。的身旁这一位就是，那个就还可以，还可以，那个平常还可以在家里人的，嗯，啊哇，我在戏里面是。是演坏人啊，其实我认识并不坏，很坏，我认识并不坏。他在戏里面的常见，我心地蛮善良的，认识我的人都懂。你问男主角就知道了啊，样子是不给看啊，心地还算是不错。对，那他车比你帅。对，车帅不够快也是没用。OK， 我觉得我不能加入这三圈。我的感受到就是讲，我们都很热爱于一窝的改装和交流，因为彼此之间我们都会很明白在改车时候的那个过程跟玩车的过程，还有拍摄的时候可能是一定会有点累啦，跟时间的安排。但是当把这个电影拍出来，希望出来的效果啊，会达到共鸣啊，会得到大家的那种赞赏。哦，故事是这样啊，第一场戏是我车开进了，就为了修车，拖，一而拖了大概有七八个月左右，到最后尾声的时候才开始拍我的车，是有点困难啊，很难配合。哦，其实这辆车是很有意思的啊，我很记得那个晚上在家宴的一个电视机看到破哥驾着那辆黄色的 Evo， 那一眼就爱上 Evo 了，然后一直到现在咯。所以每次当我在18岁毕业的时候，我要去找钱买 Evo 的时候，我就会跟我自己讲，哎，我很像生错年代了，我应该是在80年出生的，因为这我就可以买到新的 Evo 了。因为我出来18岁的时候已经没有新的 Evo 可以买了，然后就一直去看那 Evo， 看，越看就越没有，所以就在想到底能不能买到这辆车。So，当有能力的时候就没有想了，因为当时候我跟我爸讲，哎，爸，为什么你不会买这样子的车呢？我想我有钱，我一定去买这辆车的。所以结果真的，我有钱的时候就把我的钱全部拿去买那辆车了，就买那辆 Evo， 因为那时候买 Evo 只能用现钱去买了啊。所以这个是觉得一定要有拥有这辆车才叫男人啊，因为四轮驱动那个声音可以很多，声音可以给你去改，感觉下车就是很爽。虽然现在女孩子都不喜欢 Evo， 是那个？是哦。这个车给我驾啊，对，里面有一幕的时候是阿金啊驾身后这辆 Evo， 然后他载我。因为一开始我其实我原本是玩甩尾，然后我是玩后轮车，我喜欢的是比较旧一点的车，86啊234这种。我对 Evo 一开始是兴趣不大，没有什么兴趣，然后他们就知道，他们跟我讲，哎，女孩子驾 Evo 很帅啊，是吧？那时候我安排你驾，很帅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很兴奋又很紧张。OK 啊，然后我驾 Evo， 我觉得怪不得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之一啊。我的除了我在里面客串一些角色的时候，我自己本身属于一个监督整个拍摄过程的一个人，
几乎每一场戏我都要到，我觉得有悲有喜，真的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拍一场戏，或者是一天里面我们要拍几场戏，我们从白天可能从中午就开始，我们一直拍，然后休息，还直接拍到凌晨。有时候你真的是在路边已经很累了，然后要凌晨四五点或者早上五点多才回到家，对我来讲真的是很累。有时候又要看天气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了，一个体验了。其实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摄制组他们的辛苦，因为我们拍是他们在拍我们的，对、啊，整个团队都很辛苦。团队是啦，然后还要五点，隔一天就要七八点就要上来上班，啊，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很像地狱的生活。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辛苦的那一面啊，至少我们做成功了。对啊，今天也把这个电影做出来，让大家可以观赏看一下，给一点评语啊。第一部都是比较辛苦了。对，因为讲真的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微电影啊。对啊，要把这部微电影拍出来，因为全部都是朋友嘛，一方面也是为了全部人有一个纪念啊。重点是我们志同道合啊。对，都是在玩这种款式的衣服，算是经典。是，因为讲真的，衣服也是这个经典的车，十年后还是经典，二十年后还是经典。神车，这个微电影啊，让我认识很多的朋友，什么行业都有啦，就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那个经验。有什么最特别的经验吗？两个最特别的经验就是差不多拍了一年哦，差不多拍一年大制作，你嘞？要换两套 class 哦，所以 class 贵吗？这两个礼拜都没有吃饭哦。哦 ，OK， 那你有换到什么？我比他还花的更多。哦，好的，我好像知道了，意思是。所以玩车的小孩不会变坏是真的吗？就比如说好像玩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，你们因为时间都在放在车上。驾驶车的话，在道路上的话，其实很重要，就是不要那么快。就是我们通常会找适合的场地，先我们才会去这样子跑比较快的速度。就像我们驾车方面的话，他们也是塞车的，跑快的。其实我们聚会出来都是喝茶谈心得比较多，对，我跟他们喝过几次茶，所以的话喝了几次都不错，都没有在跑车啊。还有我觉得哈，玩车的人不都是阿伯或者是坏人啊之类的，其实玩车很多人都是还蛮好的，你想要一把钱花在车上，就是他拥有的钱他就改这辆车，对吗？你是不是赚了钱你就想要改这辆车？对啊，所以就好过他拿去赌啊去乱花，对吗？用在不好的地方。对，用在不好的地方，至少那些钱花在车上，你是看得到、摸得到、驾得到。有分别，都是比较内向的。他戏外不是像这样的嘞。戏外丑，你可以讲一下造型要有。超爱讲话的，跟我一样啦，对这镜头就比较害羞，因为我们不是吃这行饭的嘞。对对对。我们是就纯粹是一个兴趣才拍这个微电影，是一个兴趣啦，是一个是其实是一个很多男生的一个兴趣，对啊，不分任何的车款，每一辆车对于那个男孩子来说，他的宝贝，他老婆一样，所以他很愿意花钱啊，花精神，花时间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你可能会发现，可能很多女生，当你上到男生的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那这车其实都蛮干净的。意外耶，有一些不干净哎，少数啦，可能少有一些真的不干净，有一些发现。现在我人生中我第一辆车是国产英雄多顿鱼啦，也是我宝贝，就把它弄得美美的，很干净啊，这样子。你不要加油，第一辆车是菲洛，没有弄到美美。你第一辆车就叫菲洛哎，不美不干净。因为你是女生嘛，熬夜也是很辛苦，肚子饿也是很辛苦，不过还好有 Marcus 啊，每次打包水来了哦，很感谢他了，很感谢他。还有你啊，这也是很感谢你。你们两个都有家室，老婆重要还是车重要？都重要。都重。如果要硬选一个，这个哪里这个不可以？你要问老婆与车子掉进河里，你就先说。老婆与车子掉进河里，你们要先救谁？这种问题我不会回答。你老大拉车。就是拍戏啊，拍戏就是蛮累啊，就是没有这样简单啊。你说累肯定是一定也累啊，但是当你拍摄出来的效果跟那种感觉或者那种视觉方面，你就觉得很满意。嗯，是啦，至少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这部电影，也达到我们可能前所未有所做过的事情。
一方面留下给大家一个过程跟回忆啦。因为这部电影讲真的不是这样简单的、啊，要拍摄花时间，还有很多布景方面全部都要配合得很好，跟工作人员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啊，不一样，时间要很配合啊，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挑战。对了，还有遇到我们又去周围要需要有旁边的人的帮助，尤其是车厂方面，还有技术人员的方面都要很配合到我们。对，有时也是很感谢他们啊。还有时候天气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尤其是拍摄在中午。对对对，那个天气是特别的热。你什么感想？其实为了拍这套电影的话，就是为了做个纪念。就是因为我们玩这台车的话，也是玩了有十多年了。从第一台 Evo One， 就是我们拿 Vila 来成本的。过后的话，我换了一台六代半 Evo， 过后用了四五年的话，我才换了这台。所以的话，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就是换来换去都是 Evo， 因为我对这辆车的性能的话，我觉得它给我的东西拿得到的效果。还有几场戏就是。我是驾一辆 Superbike 出来，然后哇，那个要拍蛮多次啊，因为遇到天气的关系，下雨几次又拍不成，所以要拍蛮多次，那个是蛮压力的、啊、那个。但是你会觉得你有点类似像《烈火战车》里面的那个主角刘德华，很有造型。在 CY 的话，我什么事情的话，车有什么不明白的话，我都是会跟志明商量的。所以是好朋友。我是他的供应商，他少什么他都会来找我。对，因为他太多不要用的东西了，我就拿的不要的东西。所以是他有授权。他讲拿去用钱，我就用钱了。志明，你是好人。好人啊。好人。到时跟他一起算。这个男主角很骄傲，因为我在戏开拍之前，我就有心想跟监制跟他找一下男主角的联络方式，然后问他、oh. 我就不知道讲就得空给出来。这个我懂。你懂他 reply 我什么吗、啊、他只回复我一个笑脸。就没有下文了，就一直到开拍那一天。你笑什么鬼？你有价值。我就招架不住的男主角是吗？看一下照片。好啊，男主角。我先问你们，你们通常会把自己的车就喷成什么颜色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个人喜好啊，个人白色啊，白色。比较 common 的是白色，就是神偷这位大地色，我很少见的，不过也是很漂亮，是你喜欢的颜色。因为现在比较流行方面呢是比较亚色的感觉，亚色的感觉。我认真的欣赏这一台车，因为白色方面的话是也很照顾。这一个新山的话算是蛮多台的、啊、可是知名的有那个 sticker 的话已经十年了，不舍得拆。可是因为它是原装的，这是日本进口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。哦，是一个demo car， 就是它跟着年子一起进来。对然后多少年了？这台车03年到现在咯。然后那个 sticker 也跟他说，对，原厂，没做修饰过，不过也开始坏了啦，就要开始保养。对，保养车的心得最重要是拍成功了，我们也是拍成功，也是达到看到效果啊，就是讲这种是一种不错的回忆啊，不错的感觉、啊、同时也是遇到有不错的赞助商可以赞助我们拍摄这些微电影，也不是一定遇到有这个机会啊，也是要感谢他们啊、没有讲担心我们拍摄的问题，这些还一样支持我们，还拍了那么久，不要紧啊，是啊，至少已经拍成功了。我印象最深刻是最后我们拍最后一场戏的时候，我们去那个地方哦、然后不是最后去到那个水坝还是哪里啊水坝，然后那个车一进一出，最后五分钟，最后 ending 五分钟，他都不要让我们拍完五分钟，就要赶我们走，然后真的是好很辛苦啊。除了拍的时候，你要跟另外两车配合，然后自己本身还要去练习啊，要练习好多次，耗时间、耗车胎这样的东西，好几次失手的时候，有时候是蛮危险的。是啊，在公路上不要尝试。在公路上不要尝试。也不要就是不要尝试甩尾啦，因为要后轮或四轮车才可以。因为。然后也不要。街头赛车，因为我们整个拍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拍摄的。因为街头赛车公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使用，
因为还有其他的人，也有新手啊、安弟啊、老安哥啊。你如果在街头随便要赛车的话，出问题的不只是只有你而已，也有别人，所以会害殃及到别人。就像卢作本的土屋贵士讲的，一窝是最强的，拥有他这句话，我们都达到了很棒的鼓励啊。所以讲这个电影可以反映给你们知道，热爱一窝的人和喜欢一窝的人，和改装方面和了解要明白，和安全最重要。最重要是安全啊，最重要的安全啊，我们都一定很安全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很反映要安全，只是我们要的是改的感觉跟过程，对，和玩的感觉，就是去享受这个过程啊。同时也是认识了很多我们新朋友啊，玩一窝的朋友都有不同的分享，形形色色的朋友，什么行业都有，什么行业都有。OK， 这次我要谢谢阿 Jack 还有 JB Evolution 的这个团队，然后还有摄制组，还有赞助商，让我体验这个微电影的拍摄。虽然辛苦，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咯，那不是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有这种过程的，所以就这个辛苦很值得，要谢谢各位付出的辛劳。所以我也是要借这个机会，就是谢谢所有的赞助商，所有整个团队的配合，包括每一个演员到幕后制作，剪接所有的人。所以这一部微电影是讲述一个柔佛新山叫玩车的一个小影片，所以属于一个本地制作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，记得要收看，要点击。JB Evolution。J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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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olution。